ざわざ。就套起来而已啊！套起来，哎、啊，那你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套？有点，旁边还是有空吗？那样子套的话，我眼镜会起雾的。新的这个也会。走了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。可以啊，好动哦！镜头上有雪，决定了，我的勇士没有了。我的那一部把它摸掉掉啊，摸掉啊，还是湿的。这台机器是比较暖还是怎样？上面是有冰啊。我在把刚把冰敲掉。右边这边有白白的。那个不理他。对，那还是雪，就让它继续。啊？你在弄的？把它敲掉。没有，敲不掉。陷阱。不知道，我没看呢。手套的意思吗？我有戴手套的。你是说小手套吗？连缆车站都看不到。到了。看到了。大概20公尺吧。这样不止20公尺。我说能见度。你说刚刚那能见度是40公尺。在这种状况下开车才真正是挑战。
只要没有帆布车的话，应该大家都是用二三十在开，然后灯开着，然后就缓缓的前进。很深啊，这里比较深。这里比较深哦。对啊，要后座滑板，哈哈。看不到吗？要冲去啦，缆车站啊，
我突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。哎，等一下再跟你讲。走了。就是，再等一下再讲。好了，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把雪票挂出来。我没挂出来，但是一片大雪都我也不想看了。那我也觉得我用不着特别把它弄出来。在哪里啊？右袋？在我的右边口袋。还有就是啊，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冲去缆车站的那个，理论上很多人这样子冲的话，它不是应该变扁吗？被风吹一吹又滚回来了，就是至少有十公分这样。对啊，我刚才冲觉得没力了，就还是都是雪啊，奇怪了。还是他有看到我的票，还是没有？有可能啊，我觉得他今天我们就这样子自顾自的上了，也没看到他认真在看。昨天有什么好比较认真？晴天了。啊？哆啦公哆啦。没有，重点是那个还是连。他都看很认真哎。因为那是连接的啊。要是有人买，虽然写的日期是对的，但是区域是错的。那我这个看看。对，也是啊。我到几点算？至少到。随便啊。今天还没有饿。一点点。你有饿啊？好到11:15之类的。三遍了。但是你还有一个那个、啊，不管他两句有没有通知，好，我觉得都不错、啊。始终在，我看到课程啊，我猜那种三日班的第一天也还是会带来这边教，因为在那边滑不动，在四号缆车滑不动，还是第二天就非得带来这边教。好啦，我觉得我可能猜错，那我是第二天。雪确实有一个量，因为它始终就是白白的在空中。就下的量。对啊，但是不是粉的，就是。其实着陆起来算是粉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声音很大。对啊，让我觉得有很硬的感觉，但是仔细看没有很硬啊。是粉雪，捏不起来。捏不起来。对啊。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来苗场 N 次当中最粉的一天，赚到赚到。所以我今天要认真滑。有啊，我有认真啊，我尽量双腿并。我知道我姿势不好的地方有很多的。我要滑到什么站？下午几点？下午随便啊。这里应该只开到3点，看等一下。车开到5点。5点？用不着滑那么久了、啊。对，我用不着，用不着，人总是会累的。但是认真想想，好像只有今天才会这么粉，好像宁愿今天多滑一点，明天少滑一点没关系。你看还是粉的、啊，又平了。
没有前人的痕迹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你不要走左边，左边会跳一跳。又没路了，没有痕迹，没有别人的痕迹。好像变得很快了，但是还是很轻松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多快了。那刚那两个人好像始终在那，那两个斜板的坐在地上。没有，就是过个二十分钟，到处都一样厚啊，都要小心，突然变深的感觉。我冲更远了，力道够了。我好像找回了松雪滑板的感觉了。就是刚虽然稍微这样翘，但是身体也不能太后面，然后维持着一个不能太前面，也不能太后面，不能太后面，但是突然陷下去的时候要能够。你说滑一次变多花多久这样？
又很习惯了，还好。看不到不好，他们在用那个跳跳滑板，对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雪板前面是往上翘的，所以它还是有个力道可以往前。嗯。然后如果要一直不要一直身体往后压的话，那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的路径。自己在弹吗？对，自己翘得起来，就是有点像是小腿像我这样，前后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在我们这种现代的滑雪法之前啊，古代的滑雪法是这样子，左右像兔子跳，就是这样短，然后再这样短，再这样短。然后你看那个滑雪影片，那个人长这样嘛，就有点像这样，喂喂喂喂，就这样子一路往下。像怎么很像在挖馒头？没有，有点像，但是现在的挖馒头是这样子，然后后面很用力的蹬一下，后面很用力的挖一下，挖一道，然后这样子又后面很用力挖一道。那现在挖馒头的姿势是这样，但是以前那样子跳的话是左右有点轻松的这样，我只是要扶起来，然后利用扶起来那个算是啥？对，根本上是不一样。还有就是以前那样弄的话，身体会这样。但是现在教的是上半身不会动，然后脚还会带旋转。然后以前的话不是，是吗？那我们来看一看。我看坐到上面的时候再看说，上面那两个是不是还在？还是那两个已经挣扎到这个地方？被带的，那两个人还在那吗？是这边的人吗？还是？我自己就觉得有，但是我觉得位置变了，往左移动了。我的手臂里的手套里变得觉得有点太冰。那两个人移走了，这是另外三个人，然后原来。规则的那两个人是在这里。我出发的那一要离开开家门的那一瞬间，我想到说，我的内手套在我的平常外套里，但是我想一想说不是忘记，然后因为还在开门，还可以，但是我想说有场应该不会多冷吧，就没有拿。现在的话还不至于我觉得受不了，而且我早上整理的时候我也想说我应该用不到那一个手套，所以那个手套我也没办法用到。那现在只是觉得晚一点会很舒服，但是现在也是冷到受不了。要做什么？啊？戴手套。好。那我试着把面罩拉起来看看。如果不起雾，你的手很冷吗？比我冷一点。我拉起来看看。可以塞进去。
脚在前不是吗？视线很好，视线很好。头晕了，你看得清楚路吗？好，接下来要超过他们了。我刚为了超过他们走右边，结果右边几乎没人滑过，然后突然间线很深，差点就要不能动，然后一直硬顶住，一直顶住，终于出来了，吓一大跳，很深呢、欸。才10:55。我的手暖起来了。对啊，但是我刚刚滑滑滑滑，手暖起来了。
饭。嗯嗯，好，十一点半哈。对，上午三小时，下午三小时。是晕车啊？有可能哦。就有点要吐要吐。那这样怎么吃饭呢？越来越快了，车又变慢了。嗯。他有可能上去吗？不知道。又回去了。铁大道太长太重。他肯定是可以前进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下来要上去。手指尖发痛。你现在左脚怎样？左脚还好，反正尖太出来，太出来了。三个人卡在那，线路松懈。我们让我看这边看前面，人家没有线路。线路啊，因为他们现在的战法，你看怎么前进的了？往下直的、啊。是吗？有一个在那边，他也在用波浪式前进嘛，因为动不了，只好摸三下。好，终于动了，这里够陡了，他很高兴。这个直直的走了，是雪板啦、啊，但是他雪板他刚才也是波浪个两下，就是动不了。我看那个波几下，我要翘起来。对啊，动不了。太平了，太平了。视线还可以。视线变好是因为雪变少吗？所以你是说晚上决定吃披萨？中午也直接看到吃什么？好啊。哦。好像那个卖可丽饼的有热汤，你会不会是看了他的蘑菇，他的浓汤吧？好。啊，在哪里？
还好吗？会有点晕啊。嗯，好了。是你要打嗝啊？你想打嗝，打不出来。好了，对准红色的人。哪边？没有没有。好像雪变小了，视线也变好了。掉下来，那里，而且不会有人救他的。不用吧，有这么厉害？然后几个就跑到，结果两根都掉下去。我刚是教练指示他们怎么滑，然后往那边滑，接着就先下课了。不然往那边要怎样？往那边的话，没有啊，那边的话可以往下滑，就是回到六号馆，然后说大家先去吃东西，自己选哪里，就一样六号馆前面集合，接着往下滑就可以来这个缆车。好了，这一趟滑完刚就是吃饭，而且七点半吗？是本来还有这一趟还讲一趟。哦，是的。我是想说，就很矛盾啊。它视线好的时候啊，感觉那个雪道就乱乱的，就是比较没有被扶起来。它视线不好的时候，雪道好像都被扶得很松的。很矛盾，我刚刚在想说，视线不好的时候吃，然后现在视线是好的，那就滑一滑。快要打嗝，打不出来。可能会好一点。嗯，现在仔细看。
背包里有拖鞋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脏，不要弄脏。拖鞋就是用途这样，还是你觉得要紧急时才要用？对啊。既然这个离那么滑那么近，那要滑到六号那边去。如果视线很好，视线不好，那就继续往前打。现在是午饭后。午饭前。这种状况下哦。交作业表，应该是吧。我也想看，应该是交那么频频的作业。不是我，如果是第一天的话，一定有差，就绝对滑不，绝对不行。因为第一天的人啊，每秒钟前进五公分就觉得要摔死了。他们大家能接受的。移动度没那么高，啊，在这种坡度下，你只能滑那个速度，所以大家会滑一下就坐下，滑一下就坐下。然后视线中等。我看一下高破，好的，好像有点朝下。我们走。
欸，嗯，好啦，最后一趟，再坐一次车子，对，再坐一次，然后顺便看时钟，记得看时钟。哎、欸，被捡走了，所以是他的，懂吗？来得及吗？捡走了，有一个脚印是吗？这个。棒棒的痕迹已经被封眼了。好、啊，那这次是最后一次，用不着你了，因为视线变差。那问题是在于视线变差，那我们要把。你的雪鞋松掉的话会舒服吗？就是穿了会痛。现在还好，多久下来？因为昨天的雪很硬，然后我连跳弹跳都是硬碰硬的感觉，嗯，所以脚就很难碰，但是肩不会、嗯。今天就从头到尾松软，就软软的还好，肩不会很痛。我看下面的痕迹，哦，这两趟的啊，就这一趟再加一趟，应该就三十了。不用再加吧，视线不好的话，刚好就去吃饭。那是吃完饭出来又很瘦。那现在在板桥放哪？就放在那架子上。其实走没有很远。六号馆前面吗？不是，这边这边，这个路口。这就拖鞋。真的啦，我那个拖鞋拿出来。它有个套子。你看那里的地面状况，就湿哒哒的。如果湿哒哒就不要，那、啊、如果没有很湿哒哒，嗯，就要看看啦、啊。你是说因为里面暖气，大家走来走去一定湿哒哒，那也要看人多少。如果人不多的话，找到一个。像人跑出来，你走来走来走。我觉得这样就好了，花这一趟就好了。但是我还没有饿哎。你说太早了，好了，那两趟也可以。我说，但是真的我还没有饿。嗯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粉日，感觉姿势最正统的。然后这个也，这个也那个，但是对。但是对他们来讲，血还不够厚。嗯，太阳有出，但是视线没有很好。判定就是地面雪的痕迹看得清不清楚。视线好的时候你都看得清楚雪的痕迹。现在这个视线大概只能看到坡度，看不大清楚雪的痕迹，只觉得松松的而已。大
腿会很累而已，很累很累很累。有人在那边，他在那也是动不了的啊，他往那边去，他们应该不可能说这时候就想要把他打开。视线很好，很舒服，还好哈。再一次，冲冲冲冲！下午还有。哦，最后面那个很乱，我就不值得下。
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那你还冲比我不远。哦，那你这一段呢、啊？这段你直线你就可以冲到了。我会怕、啊。我是会怕、啊，我不敢，我要接近那个坡我才敢往前冲。没有，那个坡很好玩，我现在都是越来越直冲了。我怕，我怕我中间就摔倒了。不会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保持好弹簧脚，对吧？就一点使用。对啊，而且那里的深度不会让你突然那个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自然这样子了，所以不到两分钟现在就过去了。后来发现这一点，我就滥用能量。唯一小问题是我每次都没有对准前轮的轨迹，我只有一次是滑到已经滑下去了。其他的都只是滑到那个栏杆那里，动力就用光了。所以前面左边是个太太。嗯，对啊，我不知道叫雪板还是什么。还有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棒棒都加了。是不是我刚刚夸他们两个姿势是比较，今天看的比较正宗一点？是不是这里？红色在前，然后太蓝在后，他们可能滑很久。不会动啊，弯回去，出去了，他想水枪，多神奇！好主意，他这样子唱就前进了，真是聪明。那要是一拉，然后绳子就嘟掉下来，那看他怎么办。那等一下，要不要跟着他们两个的路线？然后血变少。这个人狠狠被趴下了，东看西看。刚我们的前面不是有个子矮矮、全身黑、暴雪版的人？暴雪版？对啊，就是毫不犹豫的。平常有，平常雪版的不是一只脚弄下来吗？然后他根本就是抱着坐上去，然后再下来的。为什么是这种？应该是说他还不会下来。现在不是规定说你一定要穿着站？对啊，这个好像没规定，可能是这个椅子的后方。还有就是这里的下坡，有的下坡不行，你可能要走的会滑倒。而且他真的要讲什么话？你要跟他吗？不知道啊，还是我认错了？
好了，先前面那个鞋架子。突然间往右倾斜，然后就咚，我就停下来了，然后这样子左看右看，突然间往右倾斜，那就咚，倒了，那是斜反的用的样子，哎呦。你要看门那边有没有？又掉。哎呀！是，嗯，你干嘛跟我开头？往后倒，往后倒。后子也都是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嗯，太多了。帮我。帽子该脱了。你帽子还好。但是帽子后面蛮多的，有啊，那里有刷子，有人正在用门里面啊，门里面有人正在用。不用，鞋有手解开，让它有空间可以刷。